新凯旋新青年，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一点了，老板娘的生意最好。好，快要好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哎呀，这边是青山哦，青年夜市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，这个台湾的勾扎米的五董石头饼。 sorry 看一下价位哦，很好的，是美丽的老板娘，看一下。芝麻花生、黑糖，还有芝麻跟豆松咸的，嗯，好，我在用了，好了，啊，老板娘在包还没好呢，对呀，啊，你总要包好吧？好，看这么多人哈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青山哈。